什么地方可以需要为您服务的？你好，这里是消费，我接中华民国台湾台北东区事务所非营利组织财团法消费人力机会补助中心工作人员。啊？你在说什么？不好意思，我听不懂哎。我说，我接我的消费者投诉，为了这个商品价格太低，成分分量都太低，业界遭到投诉。依照消费，我接中华民国台湾台北东区事务所非营利组织财团法消费者人力机会补助中心强调的建议，商品价格太低，成分分量低，业界遭到门锁财罚新台币9。我说啊，你们是诈骗无国界啊，中华民国流亡海外的事务所啊，还是超五烂组织基金会啊，啊，还是炼财集团法兰克基金会、啊？不要开玩笑哦，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问题。如果不配合，我们将接受法克转调，是法院转调。我是易阳生股份有限公司文律师。依据刑法第339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将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以下罚金。去找更正当工作，别再害人害己，免受罚。所以，诈骗之事不可少，多方求证，保持高。易安生医股份有限公司永远守护您。